指弹吉他和民谣吉他的区别。一、指弹吉他看五线谱，民谣吉他看六线谱。二、指弹吉他为尼龙弦或纤维弦，民谣吉他为钢弦。三、指弹吉他弹古典乐不唱，民谣吉他弹流行曲且唱。四、指弹吉他左腿需要踩脚踏或支架，民谣自由发挥。五、指弹吉他用指甲弹，民谣吉他用拨片弹。六、指弹吉他指板宽，民谣吉他指板窄。七、指弹吉他通常有19个品，民谣吉他品更多。八、指弹吉他形状比较统一，民谣吉他形状多种多样，旋钮也各不相同。九、指弹吉他全部不插电，民谣吉他可以接音箱。十、指弹吉他必须坐着弹，民谣吉他可以站着弹，坐着弹、躺着弹、扭着弹、边走边弹等等。指弹吉他通常叫做古典吉他。